10月31日啊，万圣节 Halloween 嘅呢一集嘅鳄鱼谈啊，美国嘅总统大选咧，话都冇咁快啊，好快啊，招哥射精都冇咁快啊，就又到啦。咁啊，究竟美国大总统嘅呢一个嘅宝座花落谁家呢？我谂好多嘅人咧都吓拭目以待。咁啊，尤其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或者系唯一嘅呢一个嘅强国。啊！邊個人揸裝都對我哋嘅呢一個嘅地球啊，同埋世界嘅未來咧，係有好重大嘅呢一個嘅影響。求撚奇揾咗阿豬阿狗嚇去做呢一個嘅阿頭，又或者啊揾一個冇乜誠信啊、道貌岸然啦、啊，屌你個逼閪，扮撚曬笨柒，原來真係笨柒嘅呢啲嘅咁嘅冚家產美國總統候選人啊，做美國嘅呢一個嘅一哥咧，咁就係含得撚臭，屌你淋得你橡皮糖啦！咁啊，而家美國嘅呢一個嘅大選咧，已經係提早咧就係進入呢個提早投票嘅呢一個嘅階段啦。好多人咧就已經一早就投緊咗票。咁啊，而特朗普大總統咧，好似據稱佢自己都投緊咗票添。咁啊，喺而家嘅一個情況嚇，大家就可以覺得啦，喂，究竟啊而家啲民調啊，講緊到啊何大媽嘅陣營啊，實食冇黐牙，仲係仍然領先緊咁嘅情況。不過就係個呢個搖擺州份裏面啊，特別係搖擺賓州咧，就不停喺度搖擺，係嘛？似乎個勢頭咧，好似搖搖擺擺就傾撚咗去一個特朗普嗰邊。咁究竟我哋相信一個主流媒體嘅一個嘅民調啊，又或者啊出邊街外嘅賭盤買中 Donald Trump 應該實食冇黐牙咧？咁我哋真係嚇但求上帝希望啊令到美國嘅選民作出最正確嘅一個嘅選擇啦。不過做正確選擇嘅同時，何錦麗何大媽嘅呢一個陣營裏面咧，最近就爆一單料出嚟咧，可以講啊，真係都幾撚合爆嘅。呢、這、一個嘅震撼程度咧，就係對啊，屌你老味啊，對佢個副總統啊 Tim Walz 咧有好大重大嘅呢一個嘅 impact。大家睇佢個咁嘅撚樣係嘛，冚家產到一個中學教師嗰啲啊，屌你老味嘅 high school 嘅 principal 咁樣樣。柒撚懵懵食緊甜筒，戇撚鳩鳩咁樣，以為佢擔屎都唔撚偷食啦嚇，好撚有依一個嘅傳統嘅依一個嘅價值觀，做人老老實實係嘛，即係點知嚇，即係估撚到唔到啊佢啊，真係 you can't judge a book from the cover， 你以為佢老實咩？啊，實整佢就真係好撚笨柒，點解啊？原來依條嘅冚家牆，哇，竟然爆撚咗一劑嘢出嚟咧，大家都刮目相看。啊！對佢原來諗撚咗佢冇乜殺傷力嘅呢一個嘅老頭子，原來後生嗰陣時食女就好撚叻嘅喎，食女之餘仲屌你老味閪，冚家產識玩呃蝦條，跟撚住仲要中出即飛，始亂終棄喎，哇咁撚緊要！咁大家都知撚到啦，呢一個嘅 Tim Walz 就話佢自己又對中國好撚了解，屌你老味有幾撚了解啊？你咪去過屌你咩華南教啊？應該幾年書？系嘛？又话谂过吓，即系呢一个嘅天安门六四事件嘅时候，佢就喺呢一个嘅香港撑紧呢一个嘅民主自由，而家又俾人哋踢爆咗，佢条嘅冚家铲，屌你老味，真真正正去呢一个嘅温暖嘅南方吓，即系去教书嘅时候，都系喺呢一个嘅89年嘅呢一个八月，天安门啲血都擎冧晒啦，啲尸体都俾人哋搬紧走啦，屌你老味系，又话你六四嘅时候喺香港，大话精一明讲大话。一系咧，佢就屌你老味閪，老人之外，好似佢啊，其他嘅民主黨嘅一個陣營啊，拜登咁樣樣，乜撚柒都唔撚記得，又或者咧，佢真真正正就係講緊大話啦。不過似乎講大話嘅呢一個嘅情況就會偏高啦。點解啊？而家有條女走撚咗出嚟，爆響口啊，話佢同喺呢一個嘅80年代同埋90年代頭嘅時候啊，哇！屌你老味閪，打得火熱啊，爭啲到呢一個嘅談婚論嫁嘅呢一個嘅階段啊！不過到最後啊，俾呢一個嘅阿華茲始亂終棄，中出即飛嚇，飛撚咗佢。但係喺呢一段嘅感情裏面，男女之間離離合合就實屬正常啊。但係喺個過程裏面，佢了解到呢條嘅木嘴原來一心都係呃蝦條嚇，即係佢痴心錯付嚇呢一個嘅明月照呢一個嘅溝渠係嘛，即係原來咧就揾佢份柒嘅，俾佢又食又拎，搞撚到佢覺得佢自己好似一個嘅廉價嘅妓女咁樣。哇，老婆，你讲紧啲乜撚嘢啊？吓，点会讲紧咸股咁样啊？真系佢讲嘅呢啲嘅吓，就系情况出嚟啊！呢个男女关系啊，真系好撚似一段嘅咸股噶。咁啊，讲啲乜撚嘢咧？原来有一个嘅叫做 Jenny Wang 啊 ，WANG 嘅 last name， 咁啊，应该都系北方人、大陆人嘅呢啲嘅吓惯常姓黄嘅一个转法啊，就叫黄珍妮。咁一个嘅59岁嘅一个大婶咧，
咁佢就曾經咧就喺依一個嘅中國佛山裏邊咧就係做教師，然後佢做教師嘅時期咧，佢其中嘅一個嘅同事咧就係遠渡喺亞美利堅合眾國去依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匪國裏邊咧就係去教書嘅依一個嘅 Tim Walz， 即係而家依一個嘅特朗普啊，唔係 sorry 依一個何錦麗嘅副手啊，依一個嘅副總統嘅依一個嘅候選人啊，而家就時任依一個明尼啊依一個嘅蘇達州嘅依一個嘅州長，咁啊真係估唔諗到。自從佢當年啊，見諗到依一個嘅華茲，嚇就覺得佢屌你老尾閪，一見鍾情啊！大家就情投意合，三隻貓入眼，你啤鳩佢之餘咧，佢又及實你係嘛？總之咧就係、不停發信號，咁啊好快咧就係大家咧就係發覺咧就係、真係即係依一個嘅如膠似漆啊，情投意合啊，分都分唔撚開。咁但係喺一個嘅情況之下咧，就好撚大鑊啊！點解咧？因為依一個嘅王珍妮，如果係普通嘅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依一個嘅婦女，咁啊唔係咁撚即係複雜。但係衰啊衰在，佢嘅老豆咧就竟然係中共裏面嘅一啲嘅高層一個嘅高官啊！你都知道中共嘅依一個嘅意識形態，阿爸係做高官啊，個女竟然屌你老闆閪，禍花都不特止，臭鬼都屌你老闆，冚家產都夠收家噶啦！你仲屌你乜好 dead 唔 dead dead 撚咗一個嘅屌你老乜美帝亞美尼堅合眾國嘅一個嘅屌你老乜嘅柒碌係嘛？俾啊美國嘅呢一個美帝嘅走狗屌你乜 dead 鳩咗中國共產黨高官嘅女，哇！咁啊依一個絕對係不倫之女、不倫之戀啦，係嘛？屌阿星冚家產，俾自己啲政敵啊，或者俾自己嘅上級啊，知撚到佢自己個女啊管教不嚴啊，投向美帝嘅年青人嘅依一個懷抱啊，咁就含得冚橡皮糖啦。咁所以咧，依一個嘅王珍妮咧就話：雖然啊，見諗到佢啊，就屌你咩情投意合，仲覺得佢好撚靚仔咁撚樣。大家聽諗到依一個嘅時候，其實梗係以為依一個嘅 Tim Walz 同埋依一個嘅王珍妮，哇！依一個嘅珠聯璧合，係嘛？俊男美女羅密歐與朱麗葉啦。但大家認清啲，睇清楚佢兩個柒碌嘅依一個嘅樣，哇！果件嘅大媽。唔好话佢而家屌你老俾冚家铲捞饭猫都唔捻食啦，系嘛？就算佢屌你俾90年代头啊，嗰、那个时期嗰副嘅尊容啊，咪屌你老俾普通支拿人一个，点解会屌你俾个鬼佬会鍾意佢噶？唉、你唔好捻理，我哋东方人嘅审美眼光，同之鬼子佬嘅依一个审美眼光系绝对咧就系屌你老俾閪180% 嘅依一个嘅调转嘅，系嘛？真系讲真。我哋覺得屌你咪近唔撚落嘅咧，佢就真係屌你老味金枝如儀，係嘛？我哋覺得屌你咪好撚物撚突嘅咧，佢就覺得貌若天仙，咁啊唔緊緊要嘅，你屌你咪啲垃圾你掃鳩曬佢就冇撚所謂啊，隨便拎佢冇撚嚇，屌你咪客氣啊！咁但係佢就覺得依一個王珍妮咧都好撚靚，咁而依個嘅 Tim Walz 同阿王珍妮咧就真真正正嘅就係、就算老豆做高官啊，咁佢都覺得嚇屌你咪依啲嘅嘢。都係可以係放棄即係可以犧牲，一定要同依一個嘅愛郎咧就喺度埋一齊啦。咁啊，所以咧佢係從此開始咧就發生出依一個嘅哇，即係驚天地粒鬼神嘅依一個嘅愛情故事啊！仲要成日一直結伴又去香港啊，又去馬交去郊遊啊咁樣樣。咁而依一個嘅阿黃珍妮咧就 Jenna 咧就話啦，哇阿 Tim Walz 好撚識得溝女㗎，講啲甜言蜜語，聽撚到佢必撚曬水㗎，屌你老味，聽撚完之後心花怒放，夾都開溝埋。咁佢竟然可以話溝佢，啊你啲英文啊真係好撚好聽啊！只要我眯埋眼，你喺我側邊嚇講一啲嘅英文，我以為我翻撚咗個空灘，見撚到我啲 American 同我講緊呢啲嘅窃窃私語咁撚樣。哇！你聽緊完之後，真係正客啊！原來後生嗰陣時已經盡露依一個嘅本錢啦，講大話佢就最鳩叻。仲有嚇，好撚識耍手段，成日就喺攞美帝啊呢啲嘅奢侈品啊，哇！呢啲嘅物欲啊，去打動依一個嘅王珍妮啊。木利嘅街，堂堂中共嘅一个嘅高官嘅一个女儿，竟然受美帝嘅花言巧语同埋物质嘅一个嘅奉承啊，而令到佢啊，屌你老味，春心荡漾嘉年华，逢门君子为君开，哇，不经意咁啊，真系屌你咩朱唇半套啊，然后就屌你老味个 gap 啊 ，gap 咁啊抹开，系嘛，即系迎君客啊进来啊咁样。阿 Jenna 咧亦都系承认啊，同依一个嘅阿 Tim Walz 咧，哇，发生过无数次嘅依一个嘅性关系啊！最中意就系听下当时阿 Wham 阿 George Michael 啊，系嗰只嘅 Careless Whisper 啊，即系嗰只叫乜捻嘢话？即系我哋梅艳芳有唱嗰只《梦幻的拥抱》啊，嗰只嘅歌啊，听谂住 Careless Whisper 依一个嘅 Tim Walz 喺佢侧边嘅耳仔就窃窃私语，然后就同佢疯狂嘅做爱，哇，非常之有 mood， 亦都系非常之咁捻样嘅依一个嘅享受啊！谂起啊，都不得了啦。
就是因为咁样成日郊游，亦都系啊，即系吓啊，同佢共赴巫山咗无数次，享受大家嘅呢一个嘅肉体嘅呢一个嘅欢愉啊，咁啊就觉得吓、啊、非君不娶，非君不嫁，非卿不娶，以为就系得米啦，可以唔捻做呢一个嘅匪国人，做呢一个阿美利坚合众国嘅 American 啦，就可以去嫁捻到去呢一个嘅美北美洲啦。咁啊，殊不知谂住同佢啊，依一个嘅幻想同佢结婚，去 USA 做美国人，哇，同佢一齐生活嘅依一个嘅梦想，佢卒之咧就系付之于实行啊，就决定啊 quit 鸠咗佢嘅依份工，喺1992年嘅时候，亦都俾捻咗啲 passport 啊，就系俾捻咗啲个人嘅 photo 啊，个人嘅资料佢啊，仲希望可以啊申请依一个嘅美国嘅护照啊，同阿爱郎啊一齐去到依一个嘅北美洲里边咧，就展开依一个嘅生活啦。咁呢一个嘅諗法啊，原来就係呢一个嘅 Jenna Wang 嘅一厢情愿嘅呢一个嘅睇法吓，佢諗住去阿里未见合众国嘅啫，而呢一个嘅 Tim Walz 吓、啊、真係有政棍嘅呢一个嘅本色啊，讲撚咗就唔撚算数啊，又话同佢共赴巫山山盟海誓，实情就係希望就係屌你老闆同佢做最后嘅探戈啊，探撚完佢啊，咁跟撚住之后呢就即刻抽返出嚟呢，就最好就快啲返去呢一个嘅阿美利坚合众国啊。咁而呢一个嘅王珍妮呢，就諗返返转头同呢一个媒体爆料呢，觉得佢自己好咁笨柒。呢条嘅友仔嚟美国做嘢，其实只不过係想搵一个嘅廉价甚至乎免费嘅呢一个嘅妓女。花言巧语少少嘅呢一个嘅礼物就成日就擒鸠佢。而有一次令到佢觉得佢好撚猴擒，令佢丢尽架嘅情况就係、是、喺公众嘅场合里面，佢成日做埋啲唔撚适合嘅呢啲嘅动作。讲捻到唔捻系屌你老闆好捻出场，大家都可能估捻到抄裙底啊、搣啰柚啊、揸波啊、啜面珠啊、打茄轮啊呢啲咁嘅捻嘢。我谂啊，即系佢个扑街吓，即系睇佢咁捻样衰嘅，原来咁捻咸湿嘅。咁啊，甚至乎有一次两个咧就系、是、搭火车嘅时候咧，就系、是、搭嗰啲嘅过夜车啊，即系嗰啲喺呢个车厢啊、私人包厢，扑佢个街，一人有一个嘅房间。而呢条嘅贼碌竟然就系鼠入佢嘅呢一个嘅车厢里面，想同佢过夜，大被冚过头，摁列车喎，啊扑街，咁样样玩紧呢个痴汉列车。咁啊，超哥听紧起上嚟嘅时候，嗰人佢都硬捻咗。我听起上嚟嗰阵时候，都觉得屌你老尾喺咁捻似日本啊呢啲嘅 AV 电影里面嘅呢一个嘅桥段啦。咁啊，当时嗰啲嘅售票员咧，见捻到有个老外鼠入一个嘅芳华正茂嘅一个嘅年轻中国女人嘅呢一个车厢里面，仲饱食远洋包春袋咁嘅款，哇！都减质，点解你呢个女人咁卵贱噶？俾个屌你老尾閪，俾个鬼佬随处咁样样去擒鸠你，哇！真系丢尽我哋中国人嘅呢一个嘅面子啊！饱耳白眼啊，对佢有一个嘅歧视嘅呢个睇法。谂起上嚟，阿王太啊，王小姐，而家都系屌你老尾閪吓，非常之汗颜，同埋感到好卵样嘅呢一个惭愧。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呢一个肯定系无花果，到最后系搞唔捻掂啊！咁究竟呢一个嘅 Tim Walz 就屌你老闆点样样去飞鸠呢条女咧？佢都好捻扑街咯！当呢条女谂住同佢就系屌你老闆嫁去呢一个嘅美国，系嘛做美国人嘅呢个时期，咁啊喺一次去海南岛嘅呢一个嘅旅行里边咧，咁呢一个嘅 Tim Walz 咧就同佢咧就系摊牌，亦都咧就又作出一啲反咗脸唔认人嘅呢一种嘅情况，就觉得呢一个嘅阿 Jenna 咧就似乎就系、是。中意嗰个嘅屌你老闆嘅美国嘅 passport， 而唔系真真正正珍惜佢哋嘅呢一个嘅感情。咁啊老屈佢咧就系屌你老闆啊，系嘛？就净系中意佢做美国人攞绿卡，而唔系真真正正中意佢。咁突然之间爆啲咁嘅嘢出嚟，咁呢一个嘅姓王嘅珍妮嘅呢一个嘅女士咧，都屌你老闆喺啊杀俾佢杀过一个措手不及。咁佢又讲我对你系真心㗎，即係好似张柏芝喺喜剧之王里面咁样一眼泪喺个眼珠里面擎下擎下，真系讲俾佢听真系真心。如果我唔系真心，我点会工作又唔能做又得能做个老豆，屌你老闆喺山长水远过去美国，仲要搵一个地方叫做内布拉斯加州，搵个地图俾佢点都点唔能到喺边度。我走去一个咁陌生嘅地方去跟你，咁呢啲唔系叫爱情叫乜鸠呢？咁样咁当然呢一个嘅屌你老闆狠起心嘅呢一个嘅 Tim Walz 就睬你都四婆啦，啊饱食远洋啊，屌你老闆饱尝瘦肉粥，系嘛食捻埋个皮蛋添啊，系嘛，屌你乜啃捻咗你落肚，中出仲唔即飞咩？咁屌你老闆就觉得佢唔系真心，唔系为咗真系想嫁俾佢，而系想做美国人，咁而因此咧就系闹翻咗啊咁捻样嘅情况。咁呢一个嘅 Jenna Wang 就喺为此咧，佢就即系同媒体亦都有讲咧，感觉非常之后悔，好俾唔俾，俾捻咗呢条嘅贼碌擒捻咗，擒捻完咁多次之后，仲得个吉吓，阿美美基合众国睇都未睇过，系嘛，咁啊仲俾佢咁样样啊奚落，
感覺到佢自己咧就俾人玩鳩魚之餘咧，就覺得佢自己一個嘅廉價嘅依一個嘅妓女，好撚 cheap 啊！咁樣樣嘅依一個情況，咁啊自此就即係再冇咧就係再見面嘅餘地啦。直至咧就去到1994年咧，佢就嫁撚咗啊，俾另外一個嘅老外喎。咁啊，似乎依一個嘅黃真娜咧就真係好撚中意臭鬼啦。系嘛？咁啊，嫁咗一个叫做 Grand Ripple 嘅一个嘅另一个嘅教师。咁啊，但系咧今次咧佢就唔系移民去美帝啦，佢就移民咗去一个嘅欧洲啊，做紧咗一个嘅欧洲人嘅一个嘅老婆。咁啊，直至去到2009年咧，就喺 Facebook 里边咧再 connect 翻一个嘅 Tim Walz。咁啊，不过已经咧啊，当时佢哋已经系加入咗一个嘅啊美国嘅一个政坛里边啦。咁啊，即系大家亦都系只不过系 say 个 hi 啊，讲个 bye 咁就系普遍嘅一个嘅普通嘅一个嘅交流啦。喂，依单新聞爆咗出嚟之后，大家都即係听緊咗呢一个嘅 Janet Wang 嘅一面支持啦。民主党同埋何锦丽嘅阵营呢对此呢就係不予置评啊 ,no comment,nothing to say, 係咪咁呢一个 Tim Walz 到目前为止呢似乎呢就係未撚认嘅，但亦都係冇否认。咁当然即係你而家有咁撚多啲照片讲撚到鬼形鬼色啊，咁撚 detail 啊，播撚住嘢听 Careless Whisper 都有，呢啲都爆撚咗出嚟。咁我哋相信呢似乎呢一个嘅中国大妈呢所讲嘅嘢呢 90% 以上呢都应该系坚料。嗱而家Tim Walz, 我觉得你就真係屌你有咩系记得就唔好撚出声啊，係咪出声你嗰个就死嗰个，你一系就坦坦白白认撚咗佢，屌男人女人屌你咩唔撚系屌閪就屌你老闆閪，有咩好嘢做啫？嗰陣時年方正茂又未結婚，係咪屌过撚到佢屌阿星有人送上门，係咪迎头我嘅呢一个嘅怀抱，啱啱冇人在旅途耍女时空虚寂寞同埋冻，係咪屌你咩我都要搵人夜晚同我暖大髀㗎，咁搞你係必然嘅事啦，坦坦白白承认咗佢，男女之间呢唔撚合拍，係咪分开呢好寻常嘅啫，亦都唔撚使睇得太紧要。千祈唔好撚否认啊，点解呀，一否认屌你老闆閪，可能呢一个嘅 Janet Wang, 你日下廿九几三十年前用过嗰个嘅避孕袋佢都拎撚返出嚟啊，剩低落嚟嗰啲米精拎去化验 DNA 啊，证实系你哋就丑过游型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唔知当时你哋会唔会攞傻瓜机自拍影完你屌閪嗰啲事后烟嗰啲嘅相，哇有嗰啲证据喺大妈手上面，你就真系屌你老闆水洗都唔撚清啦，点否认都系冇撚用啊，斩跌窝同埋跌票嘅。咁所以一系就始终如一，你都唔撚理，回应都唔撚回应，一系就斩钉截铁认撚咗佢，喺选民嘅面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过咁撚样即系一啲嘅保守嘅选民嘅呢一个嘅眼中，何锦丽揾你出嚟，咁可能就揾啲咩撚嘢 Bible Bell 啊，又或者美国中西部嗰啲比较传统嘅一啲嘅美国人啊，系咪即系希望都可以攞撚到佢哋嘅一票。但系见你咁嘅撚样，中中正直，原来都识偷食，系嘛啊？屌你咩，仲要挨下条中出即飞？喺咁嘅情况之下，点撚样信撚过你啊？尤其是何锦丽主打嗰啲嘅女性嗰啲嘅票啊，嗰啲嘅单身女性啊、黑人啊、有色人种嘅呢啲嘅女士啊，哇！见撚到你个咁嘅白种嘅呢一个嘅负心汉，专嗒有色人种，哇！咁扑街嘅，你俾人仲要困鸠我哋选民张票噶？一分分一个唔觉意狠起心上嚟，转头俾呢一个 Donald Trump 同埋曼斯，咁就今撚次就嘿崩啦，係咪咁撚样讲。咁所以呢一镬嘅打击，你咪话呢就对呢一个嘅何锦丽呢就唔能够呢个沉重嘅一记嘅 punch, 亦都对呢一个嘅 Walz 嘅为人啊，俾人正正直直好諗屌你老闆閪老实嗰种嘅感觉呢，原来佢都系屌你老闆閪讲大话嘅，係咪都系即唔可以信得过嘅。再加上佢曾经戇鳩鳩亂咁柒講，話佢去過依一個嘅香港參與依個六四嘅依一啲嘅屌你老闆嘅聲討中共嘅依一個嘅行為，原來就屌你老闆講大話嘅，又覺得佢個人嘅誠信亦都出現依一個嘅好撚大嘅依一個嘅 question mark。咁似乎咧，今次依一鋪嘢咧，去到而家依一個 moment， 何錦麗個表現又唔係好好，依條嘅柒碌亦都爆緊咗啊哈條事件出嚟，似乎何錦麗嘅依一個嘅選情啊！应该就会被睇低一线，亦都对佢好撚大嘅呢一个嘅影响啦。好啦，大家都可能会问啦，点解会喺呢个时候至爆剂嘢出嚟嘅呢？咁喺呢个 moment 里面我都有諗过嘅，究竟会唔会即係喺咁嘅时间特登爆剂嘢出嚟，係中国共产党嘅呢一个嘅指示呢？因为好撚多嘅而家啲媒体都讲中国共产党唔係好撚想呢一个嘅何锦丽民主党係胜出，反而觉得特朗普胜出对佢会有一啲嘅好大嘅呢一个嘅益处。而家喺选前嘅一个礼拜都唔能够
就爆劑咁嘅嘢出嚟，似乎係咪屌你咩冇緊有中國嘅呢一個嘅 blessing 啊，中共嘅 blessing 啊，依位阿嬸都唔會走出嚟，屌你咩講佢俾人哋屌你咩釘緊咗只豬嘅呢一個嘅情況啦。咁啊，另外有啲有口痕友就話，其實有啲乜撚嘢 surprise 啊？何錦麗都係一路吹上去，唔係抹比，唔係做人小三，佢都冇撚辦法啊，爬到一個咁高嘅呢一個嘅位，佢揀件嘅拍檔都係一丘之貉。都是咁上下質地 ，no surprise 啊，基本上就是 as expected 嚇咁撚樣嘅依一個嘅情況啦。咁啊，依一個嘅黃真娜咧，亦都係啊，即係 criticize 一個 team boss 好撚自私啦，掛撚住自己啦，影響到個事自己嘅事業啊、明星嘅時候咧，就去斬釘截鐵啊嚇！依一個嘅屌你咪反臉無情啦，個人嘅依一個嘅品格啊、脾性啊，亦都好撚反覆無常啊。總之啊，佢嘅品格好撚有問題，一啲都唔撚正直，所以唔可以信得過佢嘅。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反撚擺撚到明就係幫你就屌你老闆喺抹黑你拉到台，睇你屌你老闆點撚樣去死。咁所以即係老我嘅最撚怕就啲人亦叫我喂，不如你出嚟參選啦，從政啦咁樣樣，梗係唔撚好啦，自己知自己事啊嘛。俾人陳年舊事，幼稚園嗰陣時，我嗒撚咗我側邊隔離大圈細圈裏面個同學仔嗰個嘅煙屎餅，然後俾人哋咁撚樣爆，又話我攤人嘢食，又或者人哋食咗人哋嘅豬仔包，咁我咪真係含得撚醜啊！做政客嘅嘢，當然自己就真係要親家清白，係嘛？就係、啲品格就要良善。如果你講一套做一套，表一浸底一浸嘅，做人咁兩面三刀嘅，總會有一日屌你老闆食撚到正嘅。我個人相信呢一鑊嘢就幾堅而就燈爆出嚟嘅時候，都你咪話邊一個 party 都好，就係想打擊呢一個嘅屌你老闆何大媽嘅陣營，唔撚想佢哋贏嘅呢一個情況。咁啊嚇，睇下會唔會再有一啲勁抽啲嘅圖色新聞啊，或者佢以前攞撚咗呢一個嘅阿 Wash 嘅一條嘅底褲啊、底環啊、鳩毛啊一啲嘅屌你老闆用過嘅避孕袋拎出嚟做證供咧，咁啊我哋大家拭目以待啦。各位 MHK 的观众注意啦，由2022年1月1号起，鳄鱼潭只会上传到 MHK.TV 的网站和 Patreon， 只供会员收看，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的影片。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鳄鱼潭的，可以去下列 MHK.TV 的网站付费和到 Patreon 注册会员。